1987年，一部气势宏大、色彩浓郁、场面壮观、技巧精湛的史诗巨片成功拍摄上映。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，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。该片迅速风靡全球，获得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改编剧本、最佳摄影、最佳美工、最佳服装设计、最佳剪辑、最佳音响效果、最佳原始音乐9项大奖。这部电影就是《末代皇帝》。该片讲述一位清朝末代皇帝鲜为人知的传奇一生。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，爱新觉罗·溥仪，一生3次登基称帝，又3次退位下野。从鲜金韩愈出生的人上人，到受人操纵的傀儡皇帝，再到劳动改造的阶下囚，最后成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，辛酸荣辱五味杂陈。他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这样跌宕起伏的命运，还要从被选为皇位继承人说起。1908年11月13日，光绪皇帝病危，慈禧下懿旨，由醇亲王载沣长子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。溥仪第一次见到慈禧就是在这当天晚上，军机大臣接到懿旨，就把溥仪带到宫里。溥仪被抬进宫后，先到中南海瀛台叩拜光绪皇帝，然后溥仪又被人抱到慈禧那里。溥仪在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里回忆这次会面，这样写道：自己忽然陷入了许多陌生人之间，没有了嬷嬷，也没有了我习惯了的那间屋子，尤其可怕的是在一个阴森森的帷帐中，露出一张瘦削的老太婆的脸，丑得要命。据说我一看见慈禧这副病容，立刻嚎啕大哭，浑身哆嗦不止。慈禧看我哭了，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，不料我一把拿过来就摔到地上，连声哭喊着要摸摸要摸摸，弄得慈禧很不痛快，说这孩子真别扭，抱到哪儿玩去吧。第二天下午，光绪皇帝就驾崩了，第三天慈禧也去世了。半个月后，也就是12月2日，宣统皇帝溥仪的登基大典在紫禁城举行。就在这隆重的典礼上，出现了一场颇能引人深思的闹剧。对一个3岁的小孩来说呀，登基大典仪式规矩非常繁琐，确实啊沉闷无趣。当时的文武百官行的是3跪9叩大礼，磕起头来啊是没完没了。而且啊，12月的天气非常寒冷。小溥仪坐了几个小时后，终于忍不住哭喊：“我不挨这儿，我要回家！我不挨这儿，我要回家！”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前面，双手扶小溥仪，哄着他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快完了，快完了。”典礼结束，文武百官可就窃窃私议起来：“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？说要回家，可是什么意思啊？”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，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，也许真应了快完了的话。3年后，溥仪的皇位就不保了。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，革命党人很快就占领了武昌。第二天，起义军就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，并宣告湖北省独立。武昌起义胜利后，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，很快全国就有18个省宣告独立，脱离清政府。
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，满清官员中就找不出来一个能领兵打仗的。北洋新军虽然军力强大，但却是袁世凯啊一手串联起来的，载沣等人根本指挥不动。于是庆亲王奕匡等人啊向载沣保举了袁世凯，请当时正在河南老家归隐养病的袁世凯出山。载沣为形势所逼，只好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请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。袁世凯并不为所动，而是向清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，在政治困境中的载沣只得解散皇族内阁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，被迫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，将军政大权全部让给了袁世凯，载沣彻底交出了自己的权力，退归藩邸，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。他回到王府时神情不变地告诉狄福晋、瓜尔佳氏说，从此就好了，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。不得不说呀，这是一个冥冥之中啊自有定数的一个巧合。《清史稿主王传》里面写道，清朝以摄政史是以摄政中，清朝只有两位摄政王，第一位呢是清朝入关时候的摄政王多尔衮，第二位呢是清朝灭亡时候的摄政王载沣，恰好啊是一史一中。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取得军政大权之后，出兵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了下去，但袁世凯并未对革命党一举歼灭，而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，又和革命党经过讨价还价，议定出了清室优待条件，回朝加紧，逼迫清替退位。没了摄政王和皇族内阁，清朝把持局面的就剩下小皇帝溥仪和太后隆裕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看准了隆裕把持不了局面，为了篡夺革命果实，就以重金买通隆裕宠幸太监张兰德，借张兰德之口哄骗隆裕，劝其实行共和，说照奴才看，共和也罢，君主也罢，老主子全是一样，讲君主，老主子管的事儿不过是用用宝，讲共和，太后也还是太后，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，要是不应啊，革命党打到了北京，那就全完了。经这么一下，隆裕果真就没了主张。没过多久，1912年2月12日，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溥仪来到乾清宫，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。他宣读了南通状元张骞起草的退位诏书，同日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条件也同时公布，清帝的尊号仍然保留，但他统治的地方只剩下一座小小的紫禁城了。一个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的大清王朝，就在孤儿寡母的哭声中走向了终点。